哥，哇！呢個屯門版，節目組，新平台學，係啊，學，係啊，學，係啊，好啦，嗱，趁呢個喺你面前講，就睇啦，我叫總舵主啊，你知唔知啊？總舵主，一哥，介紹下你呢個五網嘅娛樂平台啊，即係造福呢個香港嘅觀眾。呢一種我哋叫 OTT。 係咁樣咧，就係香港而家做得最多嘅有 MyTV Super 啦，大家都最熟悉嘅有 Netflix 但係都冇一個係有好啱香港人，又或者有好多華語 content 嘅內容嘅一個 apps 啦，咁MyTV Super 就睇緊 TVB 嘅嘢啦，主力係啦，咁另外就 Netflix 有好多係美劇啦。 但係你都係做電影，你都知道我哋呢啲我哋叫做家庭娛樂嘅收入咧，其實不停都跌緊嘅，每年都跌緊嘅，因為DVD 啊、VCD 啊，或者Blu-ray嗰啲已經係慢慢越嚟越少啦，係啦。咁但係咁我哋嘅收入冇增長到，係唔合理㗎嘛？呢個係即係譬如一部好好嘅戲《殺破狼》咁樣啊。 你啊，Paul哥就會知道，即係從以前嚟講，我哋嗰個 home video 同家庭娛樂嘅收入，同你個票房係完全唔成比例嘅。但係就冇一個人或者一個公司係認真咁喺香港作為一個基地去做呢啲咁嘅網絡嘅版權。中國你知啦。 外企藝咁好犀利，好多個呢個網絡平台而家哇競爭得外企藝做得好順，人哋喺中國嘅版權係講斷千萬咁嘅版權，而香港咧係零，係咪即係零？係零，咁呢樣係完全係唔合理噶嘛，係咪？合常理。咁但係我其實一路都等待，希望有人去做，咁咧結果等咗幾年。 都冇人去做，咁就梗係你就要靠你去發版啦。機緣巧合，有啲原因嘅。機緣巧合就係第一就我哋個朋友做咗一個咁嘅平台都幾年㗎啦，咁都幾成熟嘅，技術啊樣都幾成熟。因為 IT 啲嘢我唔識㗎嘛，咁我話好，咁不如我哋合作啦，又或者我入股一撅股份，大家一齊做啦。咁第二咧就係 HMV 呢個品牌，因為我覺得個名都好重要，你點樣去宣傳先啱唔啱啊？HMV 呢個品牌咧，佢最好一樣嘢就係。 個想像空間好簡單，咁我去 HMV 梗係聽歌啦、睇戲啦，係咪？即係或者你第時喺網上揾一啲娛樂，咁你想揾一啲 music 又好，戲又好，或者電視劇又好，你好自然就梗係去 HMV 揾下有冇啦。因為 HMV 就係一個從來都係最齊呢啲嘢嘅地方，一條龍可以做，係啦，最齊呢啲內容嘅地方。咁如果我喺個 App Store 嗰度。 或者喺個 Android 嗰度 search HMV， 咁出咗 HMVOD 平台，咁去到見到，哇！入到去，基本上個 concept 就係同入緊 HMV 係冇分別嘅，一樣咁多選擇嘅時候，而講緊只係收你個好平嘅月費，咁我覺得咧應該有一個空間喺度，應該有個空間喺度。係啊，嗱，最重要嗰啲 content 咧，你點樣組織好咧？即係你知好多即係唔同嘅而家變化。 我哋又好幸運啦，我覺得時機啦，同埋多謝各位嘅支持。基本上而家我哋主力幾個 studio 啦，美國 studio 啦，迪士尼啦，Universal 啦，華納同埋呢個 Sony 咧，都係所有嘅每年嘅新片嘅 right 同埋製作，再俾咗差唔多700個佢哋啲經典嘅頒獎禮。同步咧，我又去 Star TV 啦。 嘉禾啦，舊時嘅邵氏啦，呢個環亞嘅 library 啦，華語嘅 library 啦，就喺呢個愛奇藝嗰度咯，全部都俾曬。哇！咁所以咧，好僥倖地咧，我哋喺3月1號嘅第一日嘅開台，已經超過1000部片喺度，係任睇，即係你任揀任睇。咁咧就呢個只係起步啫，我哋目標係可以做到3000至。 5000部電影，就未計第時嘅演唱會啦。我哋希望可以再做多啲電視劇咯。咁係一站式嘅呢個平台。總之入嚟呢度咧，你想揾基本上主要嘅娛樂咧，都喺度。有啲似好似國內嗰啲網站，愛奇藝。
恭喜恭喜，真的很多謝你，我代表全港的市民多謝，不真係感激，同埋行業係嘛？係啊，行業。咁的而且確，而家嘅年青人已經咁多選擇唔多啦。咁最緊要方便，咁我哋傳統嗰啲都有時都冇辦法提供到咁多嘅嚇，咁多個品種，咁豐富，咁啊真係最好自己中意睇乜就睇乜，係咪？同埋你所以講嗰個 idea 係好正嘅，就係想做到就係呢個平台出嘅時候已經係同步。冇錯，有一啲細嘅戲咧，其實有好多 CD 發行嘅片咧，佢未必會上到好多戲院。但你有時會很想看的，但你根本沒有戲院到呢，是根本想找一場都難。這些其實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戲院同步。今次這個我們開台最特色的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們居然是可以做到呢，我們一部賀歲片你應該知道了，小男人周記，在戲院還上映的時候，我們3月4日已經可以同戲院同步，咁佢兼備第一同戲院同步啦，同埋我哋會 pack 埋第一二集，你可以三集一齊睇。咁所以係一件幾好玩嘅事。咁之後就甚至有一啲荷里活片，我哋可以做到獨家，因為我哋發行嘅嘛。即係譬如《La La Land》，一部最今年最期待嘅係啦，係啦，即係《星星夢旅人》。咁我哋係可以做到喺呢個我獨家做一個月個半月。先至俾平台去推嘅。哇！呢個真係好咯，真係。其實咁方便係造福大家多啲去欣賞啲嘅。係係一個我睇個時代嘅轉變，因為你睇到其實成個世界都係趨向緊呢一樣，我哋叫 VOD 啦，即係 VOD on demand 嘅嘢。咁我啊最個轉變最大嘅，我係以前你知好誇張，我以前一個禮拜可以去戲院睇5日戲，睇8部咁樣睇曬。但而家咧有屋企啦，有小朋友啦，成日咧都夜晚冇時間出街，就越嚟越哇！即係可唔可以快啲啲戲可以俾我睇到啊？又或者我屋企可以方便啲，使乜仔瞓咗我即刻開嚟，偷少少時間去睇睇先。咁所以呢個我都係更需要。有時去我真係想揾一啲新嘅戲，或者揾翻 library 嘅戲嚟睇咧，都好困難。所以呢個將心比己咧，其實作為一個用户咧，我都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非常之方便，係啦，非常之方便。哎呀，好啊，選擇又多，所以啊，非常之真係恭喜你啊，太好了！你問啊，咁其實呢個基本上係完全收費，收費月費，月費係咁月費咧，就係、是、基本上我1500毫皮裏邊大概有1200係嗰啲 live。咁咧嗰啲就任睇噶啦，咁樣咧佢一個月費之後咧，佢就會俾送一啲好似戲飛咁，咁嗰啲戲飛咧就俾你睇最新嘅啦，即係譬如《小人周記》啊，跟住呢個《沙窩》啊，咁你咧就扣嚟嘅飛啦。咁基本上一個月費咧，大約係送兩張飛俾你睇，你睇兩個新戲，咁你再買咧就加一啲。咁但係如果你個月費咧，你簽長啲時間咧，咁呢啲飛咪送多啲嘅，即係其實都。同我傾緊嘅，但係當然係，當然可以單點嘅。單點意思即係你話我唔想啦，咁多麻煩，我就咁買一次30蚊，咁都係可以嘅。咁但係我覺得梗係月費平啲，抵用啲。有冇咩？3月4日開始就有小男人，咁個啦啦靚係會幾時到？係咪佢同步都係5月底？因為而家估計啦啦靚會做到3月底先至會落。因為 Oscar 係 Oscar 就嚟啦，2月27，咁睇佢攞幾多獎啦，咁佢登都登翻咁長時間，同埋仲有咧波士頓嗰集啊，係啊，係咯，嚟㗎啦，可以講下阿星，可以講下嗰個版級最近拍嗰個電影嘅嘢，同埋佢同阿一嗰啲新合作。誒，咁先問阿一哥，今年喺電影上嘅計劃先。電影上嘅計劃今年多嘅，咁我自己個人啊，即係覺得最好玩嘅事就係阿黃子華嘅《棟篤特工》，黃子華做一個即將開拍啦喎，3月頭開拍啦，係啦，咁啊黃子華做一個特工，咁大家都個畫面上已經諗到好期待，係啦，好期待呢件事。咁我自己咧劇本係好難得，我覺得佢係。
係好專心嘅，即係佢係真係喺坐喺我公司度劇本度咗十年。哇！係啊，即係個劇本係非常之好笑，非常之好笑。咁我係覺得呢件事係雖然唔係話一個超級嘅製作，但係好好玩，即係好好玩嘅一件事。咁同埋可以系列咁拍。係啦，咁啊年中我哋仲有兩部大嘅戲啦，我哋有《暗黑者》《死亡通知書》啦，我哋仲有一個更好玩嘅嘢，就係我哋由頭開始拍《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我哋換一個角度去拍，就係我哋喺日本買咗真三國無雙嘅版權翻嚟，個遊戲嘅版權翻嚟，由頭開始拍三國。哦，哇，係大製作，我呢部大，幾耐貴好嗱，咁啊，星咧就你嚇，即係安排咗咁好嘅機會俾你拍反黑啦。咁啊，蘇花拍得反黑如何咧嚇？其實不如我講翻我今次嚟嘅目的啦。其實係跟住兩位伯落嚟學下嘢啫。咁啊，多謝老闆真係俾機會我去試一個，因為呢次我反黑裏面嘅角色其實好表面咁樣睇咧，其實我想拍翻我自己心目中最中意嘅偶像，就係小丑。我想演繹一次我自己嘅版本 ，Joker 係啦，咁同埋其實我每一次都想俾觀眾有一個期待，就係張藝昇每一年都會有一個突破，係啦。而今年嘅突破咧，我就同阿老闆研究緊，就可能稍後會再公布嘅。快都好快講得，冇錯冇錯冇錯，係啦，真係要嚇，實睇好你。知道知道知道，多謝老闆，多謝老闆，知道嘅呢個會。